保护主人安全。啊，这场景怎么这么眼熟？放了他。抱歉，我的属下让你受惊了。真他妈冤家路窄，这路能碰到沈医生。好可爱的小猫啊！好疼！活该。啊，抱歉，木鱼它平时很乖的，我不知道它会这样。要不要去打针？没关系，我会处理的。 那我们先告辞了，注意安全哦。这猫的脾气，我喜欢。半小时，我要看到这个女人的资料。是。嗯，不是去上班了吗？随便。 这是辞职了。沐玉，现在我又成无业游民了。在我找到新工作之前，咱俩的伙食就得将就了。喵，我给的工资不好吗？我给的待遇不高吗？你对公司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最近你是怎么了？总是发脾气，难道是发情了？发你妹！算了，待会吃完饭，我带你去宠物店。 让那边的人给你弄弄好了。弄？您就放心交给我们吧。我们店的结扎技术是一流的。结扎？沐玉，你要乖乖听话哦。我的面试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让我们好好相处吧，小宝贝儿。喵！哎，小猫咪，你要去哪儿 ？Baby。 你快回来呀！唉，找工作真难啊！找机会把他弄到我们公司来。是。抱歉，苏小姐，我没有看住猫咪，我们已经在全力寻找。 就知道沐雨不会老实，先回家看看。希望沐雨自己回家了吧？嗯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什么鬼啊？啊！吓我一跳！赶紧溜吧，不要惹上麻烦了。啊！为什么要跟着我呀？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 好可爱啊！真乖。这什么情况？沐玉，这是秋虎，你们两个要好好相处哦。我先去做饭，你们两个乖乖的哦。你来这里到底想干什么？哥们儿，你在这里过得不错，我也来体验生活。你想对苏荣做什么？ 这么快变脸做什么？我只是好奇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吸引你逗留这么久？按时间来算，你也该回家族掌握大权了吧？沈医生，你把我变成猫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你不要一次次挑战我的底线。哎，你该感谢我好吧？要不是我，哪有你和苏荣的幸福生活啊？我警告你，最好不要坏我什么事。 不然我饶不了你。